了门，关了窗，熄了灯，闭了眼，杰哥，什么叫杰哥？哎，杰哥，你在哪儿呢？哎，小小，啊，你出来了。啊，找你啊，你干嘛？喂猪啊？我在喂猪，刚喂完猪。哦。我以为你这段时间都没时间过来找我呢。怎么会呢？肯定有时间啊。曲布，你们两个是？没事没事没事，不担心这个。那你爸爸怎么说吗？嗯，我爸爸，我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不管他的，他同意我又不同意，不担心这个啊，杰哥。哎，杰哥。嗯。你今天穿的这么帅气，干什么去啊？没事，这个事情你知道吗？就是我叔叔家儿子今天结婚。哦，今天结啊。嗯，所以我为我只准备下去帮忙呢。哦，那结婚的话，人肯定很多。人多，亲戚朋友都过来帮忙杀猪杀羊什么的。那是不是特别好玩啊？你能不能带我一起去啊？你想去啊？嗯，可以啊，可以。可以啊。嗯，那我去把这个放了，然后我带你过去啊。好。我先关门啊。那是不是要包个红包什么的，这样子过去？这不用包啊，不用包，我这边给他准备了100块钱。嗯，走走走。走走。杰哥。啊。我们真的不用开车去啊。不用。啊。哎，好像是曲布。曲布。大家好。你来干嘛？你怎么又跑到这个上面来了？大家好，安杰啊，你怎么过来了？我跟你说，安杰，你是啊，不明白吗？是什么原因啊？昨天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怎么又勾引我小小来上面来了？你是，真的是皮子痒了，真的是。你在说什么啊你？说什么啊？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我现在你来干什么？现在是真的是分不清那个歧视情况了是吧？那现在那个小小的爸爸都小小的爸爸都我的老丈人都已经同意我同意把小小嫁给我了。你胡说八道什么、啊、谁要嫁给你啊？小小，我知道你是那个气我的，你是，但是你气不到我的，你气不到我的，你看你把咋爸都气在那个气倒了，把爸你胡说什么，把咋爸都气生病了。谁生病了？咋办啊？咋办啊？身体今天都一天都没有吃饭了，一天都不好了。你现在怎么又老是被他骗他？安姐，我跟你说，你不要了，不要老是诱惑我家小小。我也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方法老是去勾搭我家小小的。啊，这样子那个有意思吗？我跟你刚说我爸怎么了？你是不是骗我的？我咱爸。被你那个，那是我爸。他那个你整天不知道啊，你那个跑到什么地方来？你看跑到这个，那你来干什么？姐，你把我家小小带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你看这什么地方？你们两个你就是要带我小小去哪里？还走在路上啊，并肩这不关你事儿，你走开，我们走这个。不管你走开啊，昨天都跟你说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姐啊，我跟你说，你那个。老是去勾引我家小小，勾引别人家的老婆，有意思吗？谁是你老婆？走，杰哥，你好好说话，什么叫勾引？老是勾引人家的勾引我家的小小，你是什么意思吗？什么叫我勾引？你不要那个走嘛上去，咱们两个去去咱爸那里嘛。我爸我自己知道去看你。自己下去吧，我等会儿自己会下去。走，杰哥，不管他。我就是来接你的嘛，我就是来接你。谁让你接？我没让你来接我。安姐，看一下，知道这是什么车吗？你看这是什么车吗？知道？你看一下这个，阿迪达斯。我爸给买的，这个你知道这是多少钱吗？这个，你要如果你认不认识啊？曲布啊，宝他如果小小他爸爸不愿意嫁给我，那能给我买那么多车吗？能给我买那么多，就亲自为我的定娶媳妇，说是。那你就跟车结婚吧，杰哥走。结婚吧，那个小小，别叫我走杰哥，别管他。咱们那个嗨，杰哥，嗯，安杰啊，不是小小他。
你爸身体不好的话，你回去看一下。没事，我等会儿我自己会去看。他刚才还说那个车叫阿迪达斯，笑死我了。什么都不知道，他过来胡说八道，我都怀疑你爸是不是真生病了。等会儿我先不要。如果是真生病的话，我回去看一下。一个人一直勾一杯酒一夜，一下子变老，爱怎么能